后，很期待。那希望等一下一切顺利。哇，现在好紧张，好紧张。好，我们现在要前往体育馆彩排，等一下表演。谢谢李明老师。啊，等一下二年级音乐发表会哦，紧张啊，就希望等一下一切可以顺利喽。也只能这样想啊，加油加油。现在是毕业典礼彩排，整个年级，所以我必须要化妆。就是除了重视以外，也等于说是展现我的专业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是毕业典礼，然后现在要前往体育馆了。等一下，我们毕业快乐！毕业快乐！哇，这没灵魂嘞！去找救兵，等一下帮我们录影这样子。对，现在就要解脱喽。他们现在在后面那里，他们现在要走过来了。对，有看到吗？毕业快乐哦！毕业快乐！拜拜。
结束了一个表演这样，然后等一下我就要等全六年级一起的大合奏表演。When the world starts to unfold, through all the ups and downs.